在看你那边有认真看奶嘴。嗯，想当一点点。他根本在看你嘛。哎，奶嘴在这里呀，在这里。好啦，先简单的来，右边右边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里哟，这里这里。比较简单吧，但是我还是想翻这边。那今天要学会翻左边就对了。那才不太会翻左边，脚会打结，好笑。那脚打结，要不要帮你一下？他左手不当抽出来，哦，翻成那翻成功了，快成功了，哦，他想要自己吃吃不到，你要给他一点鼓励。要再翻过来一点，翻过来一点，这只手压到自己的手，这样就可以抽出来啦，有没有？那他就要生气，他不喜欢这个动作。